郑俊宏、胡鸿钧等一众同门歌手齐齐吃饭贺新年，还大玩贺年游戏，气氛热闹。新年快乐！过新年大家都有很多很丰盛的这个团年饭可以吃，对，虽然说我要工作，但是我今天一样有大餐吃，完全就要感谢我的师兄啊 Joffrey。 好说好说，同事一场嘛，还有一顿饭也不算什么，今天我还请了五个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吃饭，五福临门。来，我们有郑俊宏，各位好，我这边有戴祖仪，然后还有啊 Hubert 和红军，然后这边有五步桥 Elvin。 来，我们四个一起去吃大餐好吗？好，别那么急，大家一起走吧，走起，走，新年快乐，健康。哇，现场非常多的美食啊，还有这杯是什么呢，Michelle？啊，这杯很美的茶叫做茉莉仙桃。啊，但是呢，就是想吃好的东西，正所谓呢，线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你们想吃的话，一定线要付出啊。接下来会玩五个游戏，然后呢，每赢一个游戏就可以唱着自己的那个旗子上去，那你自己挑最喜欢的菜。OK， 好，吃滑你。OK， 而且只有赢的那个人才可以吃这一道菜哦，输的是没得吃的。就如果你都赢了，就示范一下。如果到最后就是几位不幸败阵，一个棋子也没有放上去的话，就只能看着我们吃了。哎，好啊，没问题。OK， 就是大惩罚。OK， 好，那我们开始了，好吗？第一个游戏，来。第一个游戏叫做豆快写出带狗字的成语，那规则呢，我先解释一下，就是在30秒以内呢，就是要写出带狗字的四字成语，数量最多者为胜。那如果呢那个字是贬义词的话，就需要从正面的角度去解释。OK， 一二三，这真的是吗？别笑，我跟你讲，我在看胡鸿钧，我真的很怀疑，你知道吗？我的妈呀！哎，现在已经剩15秒，好，时间到，哎，停，那我们就让他们说出来好吗？因为这是送给每一位有养狗的朋友，就是我希望你们的2018年狗狗健康，狗狗快乐，狗狗高兴。狗狗，狗狗幸运，狗狗 happy， 但是狗狗爽爽的，鸡飞狗走，这个应该是有的，有的，这个成语，中国，鸡飞狗走，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龙狗精神，不是龙马精神吗？没有，今年是狗年嘛，没有马，就是狗，对对对对对，还有长长狗狗，狗狗。那我这个就是鸡飞狗跳，就是这才是正确版本的。这是狂草吗？我觉得你是到零分，看到他的题目，老师他们这个是泰文吗？这个是一丝不苟，一丝不苟。对，然后还有就是狗鸣鸡盗，狗鸣是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狗年大吉，大羊头卖狗。这个不是四字，没有，这要四字，这个不算，这不算。那就那个泰文。这个是狗年大吉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墨学什么来着？零分，我自己都忘了。你把这个收出来，大家看一眼。那我第一个就是上头爱上猫，我只是想赞我自己的那首歌。大哥，大哥，对了，狗马坑通了。就是亨通，长长狗狗，我长长狗狗，这个没有，我是看到五步桥写，我就觉得，这么远你也看到，这也很有信心的样子，哇，我是很认真的在写，是第一个是九九大运，然后大狗大力，大狗大力，大狗大力是什么？就大吉大，它其实大吉大利的翻译法，你就来，然后也是龙狗精神，然后猪狗入水，猪狗入水的猪农入水，但是农跟狗也是朋友嘛，然后这个是旺旺招财，旺旺招财，本来是那个旺旺是旺旺那个旺旺，可是我改成那个是狗的旺旺，然后呢？还有呢？然后这个是开花结狗。开花结狗，这是开花结果。其实我会觉得这一局应该是古威，我是真的，因为他是真的很接近成语。Round
这个我们来到第二个游戏呢，就是这个猜歌词的游戏了。其实就你们的专长，因为我们要唱歌，我们准备了两首国语歌，但是呢，在歌词的位置我们都有留白的位置，就要靠你们的记忆力去猜出歌词，猜对的就有饭吃了哟。对，好。然后我们的补答的机会是有一次。来，有的唱。第一首歌就是国语的《恭喜恭喜》，我们还要数喽，一、二、三。哎，真的是古威，很自信的，非常完全非常出来，因为我会唱啊，非常爱唱，要唱哦，来，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经过多少困难，经过多少磨难，多少心儿盼望，就是恭喜恭喜。哦，不对，对啊，我都记得，那有一次补补的，经过多少。盼望不是，哎，古威，你真的还有一次机会补吗？可不可以提示？没有啊，一点点啦，一个字好了啦。好，经历多少磨练？对啦，来，也不对，也不对，经历多少磨练？历尽呢？哦，历尽呢？哎呀，第二首这个哦，哇，这个恭喜发财，刘德华主唱的，三二一。哎，我看见，我觉得有帅哥，对，狮子真的有好道理啊！哎，来来吧，来吧！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哎，重点来了，那个哦，礼多人不怪。哇！哎，全对。全对，好棒！看到那个 O 是重点，对啊，那个 O 是重点，然后就没有唱那个 O。哎，其实我觉得这局是啊，这个真的是因为它是完美，对，而且连那个表情都有，来吧，插旗了，好吧，插旗。第三个游戏就是这个吉祥话接龙，那我先讲一个吉祥话出来，然后嘉宾们就打着拍子去接龙，讲新年的祝贺语。如果讲错错拍子或是重复的话，就算淘汰。OK， 准备好了没有？拍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大力，心想事成，龙马精神，猴年行大运，行大运，开开心心，狗狗快乐。等等等等等等，狗狗快乐，我们不是 banner 的吗？对啊 ，banner， 狗狗快乐。是可以可以偷了他那个，那我刚刚那个赢了应该是，不是这个不是说，是这样吗？这个不是说成语，说吉祥话，吉祥话不是成语，不要激动好吗？对，你那些全部可以用上来吧。好，一本继续。哎，我们速度加快一点吧。好，行，可以。行。好了，没多一次了，好，淘汰。成功，成功，淘汰，淘汰，哦，淘汰，下一个，路路亨通 ，OK， 大吉大利，哦，好，真的很厉害，我们很快就有个赢家跑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让一下女生嘛，我刚刚差了，你要让赛吗？你要让给阿秋雨吗？可以吗？你接受吗？对，我接受。好，好，因为对，我就接受，很饿。好，那就让你吧。第四个游戏，边数金币边唱歌，考验大家一心两用的能力。虽然第一局大家都幸存下来了，但到了难度更高的第二局 ，Elfen、周乙就纷纷败下阵来。而难度系数高达五颗星的第三局，连古威和 Fred 都招架不住，连连投降。只有 Huber 这位游戏王者笑到最后，果然实力强劲。来到最后一个游戏呢，就是这个套骰子的游戏了哈。规则就是呢，你要需要呢在原地自转五个圈，然后呢就抛骰子 ，OK， 一定要往上抛一下，这样 OK。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古威小巧玲珑，成绩也是相当不错。再看周乙，哇，长发飘飘翩翩起舞，最后成绩是8点。男士虽然高大，但一样不影响发挥。 Elfen 的成绩也是9点，厉害。跳舞的时候呢，那个老师说你的头要往前面看，是这样吗？2、3、4没了，7点。哪个老师有用吗？哪个老师教你的？要转吗？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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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所以我宣布今天这个游戏的冠军是如果大家以为我们只有桌上的五道菜，实在是太小看我们了，因为我们这边特别有一只大厨为我们烹饪的原汁鲍鱼，意味着我们有加时赛。对了，加时赛的规则就是呢，要抢着要爆一个料，如果那个料是很猛的料，就可以赢得这个鲍鱼了。OK， 一、二、三。哎阿飞难得阿飞平时都很少说话，快点快点。对啊，因为可以吃鲍鱼。好赶快倒出来。那其实我在上课上台唱歌的最害怕的事情就不是唱得不好，是我忘掉拉裤子的拉链。因为我试过有一次，不是在上台，就是在做访问，有很多记者在面前，我访问说，那我看看。那你觉得那天那记者对你眼神很奇怪吗？就不是看没看没有，对，你没有发现那个机器已经没有在拍，你在拍下面。没有，我就是做访问啦，说。那个然后把衣服就继续做访问，然后就做完就好，因为那是冬天嘛，有那个就是的，这个大衣。如果是夏天的话，你会怎么样？对，如果夏天你没有地方去了，夏天的话表演一下，对。这好看吗？好，所以从此你就养成这个习惯了，就是的。如果还有别的男歌手，我就会提他。你会提醒他？对啊，拉链。我觉得这个料都。我也觉得挺好。吃鲍鱼。好 ，OK。鲍鱼就是 Freda。OK， 恭喜。谢谢。是你一直想用的。谢谢，请慢用。相信每个人都已经赢了属于自己的美食了，如果一道菜也没有的也不用灰心，因为你可以开开心心的看着我们吃，然后桌上所有的美食其实都有一位幕后高手所准备的。是的，这次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大厨，而且他呢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心意，我们有请陈中秋师傅。哇，谢谢哇，好厚啊，这个长多的谢谢那么搅乱，相信大家都是非常饿了，但是现场呢有一位嘉宾呢是好像完全没有菜要可以吃呢，就是Elfen 怎么办呢？你没得吃了。我知道呢，我们星梦的家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分享。对，那 Elfen 我跟你讲，今天的大赢家其实是 Huber， 他拥有的食物最多，你要不要试试看，求求他？对，师兄，可以让我吃一口吗？今天怎么那么漂亮啊？好，说重点了，来。哇，你有福了。其实过年就是要这样，大家开开心心，都有东西可以吃，对。大家就。先问一下，就是大家其实呢，过年你们都是那种就很跟随习俗的那种人吗？我妈妈经常讲，那年初一不可以洗头发啊，真的有都不能，对，洗澡我就很难受。对，我们是洗澡洗头都不能。你们真的会跟足吗？真的要跟。不，尤其是我们在年三十通常都要工作，那如果工作就要弄头啊这些，所以如果当天晚上不洗头就很。所以不要超过12点，30晚上洗啊，但12点以后就不要洗了。提早洗。对。但是，通常都是要countdown那些，超过12点。是真的不会洗。
完全不会写啊，真的是。对啊，因为就是妈妈说不可以，就是全统，然后我就会听哦，是全统。还有另一个，我觉得另一个习俗是真的，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不在香港都很通用，就是要红包。但是因为当艺人嘛，一定是需要自己也是封红包给其他的人。啊，对，大家会不会也要封红包？对啊，通常你们会预备多少的数字呢？几个位的数字去派呢？通常？我去年就准备了五位数字啊。我估计今年要七位了。对啊，七位啊。因为 Hubert 卖身嘛，要七位。Hubert 上年的成绩很好啊。没有啊。上上年的五位都已经，今年要大跨度七位。要进步吗？对啊。是其他人呢？对啊，有没有一些封是超过五位数？我好像来香港还没有封过红包哎。我们今年也要封给我们啊。拿新人奖啊，五位可以。通常第一次封就要封多一点，一人五位是这样吗？你们是不是有排辈？就是说哪一个是大师兄啊、二师兄这样排辈？应该是看谁已经结婚。我觉得对，大家就为这就是围着他要闹，要拿红包啊，就是经理啦，还有就多豪啦，都已经结婚了。在说你们心目帮吗？哎，对，你们几位会就是会闹着经理还有多豪去拿红包吗？其实。上一年没有这个计划吗？上年没有，因为刚才今年我们计划中，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囤办嘛，你们会就是抢着要斗，要跟老板说最多的好话，然后就拿最大的红包，会有这个环节吗？反正老板好像每次都主动派给我们。对啊，直接钱包，对，直接上来就拿，直接抢的很大方，对啊，可以直接抢的，对对，那我们一起去团拜吧，对，我们一起去新闻团拜，好，没有，我们就拿完一次，我们就再排，对，排队，嗯，给了你们还没有啊，对，再重新对，再拿多一封，啊，是，那公司以外肯定家里长辈也会派，但是我跟你说，每次长辈在派红包的时候呢。经常就会关心另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催婚啊，催感情啊，对，找了男朋友没有啊？对，什么时候到你结婚啊？会不会在家里都有这种问题啊？没有啊，我父母就最关心的还是我的事业啊，对，就多给一些红包给他们就可以了。他们有一些比较家用对间接一点的方式去问你，间接对，怎么问呢？怎么间接？好有可以，就是他说，哎。好久没有吃过好的了，这样，好像我就让他们饿了好久的这样子。对，用比较一些另类一点的说法去说话给我听。对，是这样。啊，对感情的事他们都没有关心，那我自己也先专注在事业上面。对，那 Fred 呢？啊，你就是长辈啊，会问你这个问题？问我就不会问，但是会问在。我们圈内那些的八卦，对，八卦不相信，那我也不会说的，守口如瓶的，对。啊，听说你来到香港之后也没有遇过什么桃花的，你买一个桃花送我吧，今年。好。是你现在已经帮他想，那你自己呢？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家里人会问你，哎，不会啦，有没有带女朋友来？他还小啦。对，我太现在还小。现在主要就是跟我说啊，好工作，对工作怎么样啊？不要乱想，乖一点，就这样子。对对对。我应该就还好，因为我刚刚大学毕业嘛，所以就不会很急。反而如果我有的话，他们反而会担心；所以没有的话，他们反而会开心。因为我爸爸就是希望你嫁出去，是不是？对，那他就可以拥有我一辈子那样子。可能很多爸爸都会这样，所以将来当他的男朋友也是非常有压力的，对，要过这一关是很困难，是吗？对，我会。那就是大家就是既然都是视这个爱情如物，所以呢，就是大家在事业上，在2018年啊，狗年嘛，有什么有就是一些新的一些计划呢？你呢？我吗？我希望可以继续在音乐上面，投放更多的时间，还有那个心机。对，然后就希望也可以做一些，大家一直期待我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可能是开音乐会啊之类。对，那所以这一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希望音乐上面可以做得更好。对。那剧集呢？就是上一年就是拍的剧集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想再挑战一些新的。因为剧集坦白讲就是比较我们演员比较被动，就是如果有建制，赏识的话，我觉得也是我当然是很欢迎。但是我现在可以控制的事情只有音乐嘛，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就是全新的
全身投入在那个音乐上。但是有什么角色是你会觉得就会还蛮想试试看？其实我自己很想当一个专业人士，但是那个专业人士是不是很正经的那种？可能怎么讲？可能比如说是律，没有没有，他是律师嘛，律师。可能他在法庭就很震惊的样子，但是私底下可能是也是很好玩的一个人。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反差应该演起来会那个发挥的空间非常大。古灵精怪的一个律师啊，看你本尊呢、啊？没有，我没有震惊的一面，所以还是要演的。好，那其他人呢？阿本呢？狗年的计划啊，狗年，因为狗年对我来说是犯太岁，所以什么都不要做了。所以我就希望平平安安就。一切顺利，然后当然呢也想在音乐上有过一些的发展，我也想尝试拍剧啊，其实对，因为看了师兄啊那个表演，没有，还有飞了，还有飞，对对，就是特别有兴趣想试一下。就是2018年，我也希望自己来可以有多一点的歌，然后让更多的人再认识到古力这个人啊，然后希望就是不要大家遗忘我，然后就希望真的今年也可以出到自己的专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做到这件事情。好，有力量。好，然后再开分店。好，我也是在音乐上，那想自己做多一点的自己写的歌曲。然后就来了，3月份都可以去美嘉开自己演唱会。目前都是在赚钱，在成功，对，谢谢。然后就那希望今年都会推出第三张的专辑。等一下，演唱会需要嘉宾吗？需要，你来。但是 Fred 就是你是一直也有作曲嘛，然后会今年会不会就是也给所有的公司的同事每人一首歌呢？每人一首歌，对。哇，我也不敢了。我要嘻哈一点的，嘻哈一点的。我要老舍了。好，对，先报名了。啊，然后就那希望今年也可以。跟阿炳一样可以拍剧了，也都有一点时间没有拍了，一年多了，都开始想念演戏的，对，剧组的生活。那还有周颖呢？那我今年是新人嘛，所以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很新，可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就是因为前辈们很多经验，对啊，师兄好吓人，师姐都是。唱歌也好，拍剧也好，就是做节目也好，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然后他就是刚刚跟就是拍了一些剧，可能准备会上啊，然后有歌，所以就是很多都是很新，可是都很用心的告诉我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很幸福的感觉。所以希望新一年的新尝试都可以顺顺利利的通过。然后开开心心。好，那就先祝就是狗年呢，每一位在事业上也是大红大紫，更上一层楼。最关键就是心想事成，对，大家的愿望都可以成真。那不如我们先跟观众拜个年了。祝大家心想事成，祝大家财源广进，祝大家万事如意，祝大家龙马精神，祝大家出入平安，恭喜恭喜。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